在早幾年，虛擬貨幣就開始大行其道啦。有不少的市民就想發展副業做礦工。不過世界上會不會有啲咁容易就可以賺到的錢呢？有騙徒就看準時機，等大家逐一跌入虛擬貨幣的陷阱。阿霍生，上次我哋傾完電話之後，你對我哋公司的投資計劃有哪方面是不明白的呢？有啊，我想知道呢，你講嗰個拆分股份投資計劃，我睇過計劃內容啦，但係都有啲唔明。咁你公司收咗我嘅錢，攞去點樣投資呢？嗱，等我慢慢詳細解釋俾你聽啦。拆分股份呢個投資計劃咧，係我哋公司其中一個最多人參與嘅計劃。簡單嚟講咧，呢個計劃咧，主要係我哋公司運用你哋所投入嘅資金啦，買入經由我哋公司專業市場分析之後咧，買入有高回報、低風險嘅兩種主要元素嘅產品。再在產品升值的時候賣出從中獲利。那即是怎樣？阿霍生，你也聽過虛擬貨幣的。虛擬貨幣？它在市場的價格起落很大的。這一陣子還跌得很厲害。有危才有機嘛，正正因為它跌才有機會賺錢。拆分股份這個計劃就主要將資金投資到一些虛擬的貨幣市場，就好像輸特幣一樣。輸特幣穩唔穩陣噶？放心啦，我哋嘅同事咧會時刻留意，掌握市場嘅情況，為公司賺取最大嘅利潤，亦為客户咧帶嚟豐厚嘅分帳。咁呢個計劃要投資幾多錢，同埋有幾多回報噶？呢個計劃咧就係以一種最新嘅投資模式運作。首先每個客户咧最少都要投資5000蚊嘅美金，即係大概39000港幣左右啦。公司平均每個月一次咧，就將賺到嘅錢咧，就同客户分賬。咁就我所知咧，嗱，公司近期嘅分賬咧表現都幾好喎，有唔少客户咧幾個月咧就已經翻咗本啦。哇，咁好！咁你會參加呢個計劃噶？會。OK， 嗱，咁你坐一陣間，我攞份表格俾你，順便你諗下你想投資幾多錢啦，轉頭覆我好冇？好。就係咁，我就參加咗呢個投資計劃啦。你話呢個計劃係咪好正咧？喂，聽落真係好正喎。咁你投資咗幾多錢落去啊？加埋一陣翻內地入嘅錢，大概係10多萬到啦。嚇？乜要翻內地入數嘅咩？間公司唔喺香港㗎？哦，係咁嘅。嗱，霍生，呢個計劃咧係需要你親自咧翻內地將啲錢存入為公司俾你。咁我哋公司收咗錢之後咧，你嘅户口就正式開通噶啦。咁我哋公司先至可以幫你進行輸特幣嘅買賣。係，咁你咪要成日上上落落咁入數咯。唉，有乜所謂啊？呢個月先至上咗兩次，今次咧因為啱啱賣咗部車，揸住幾萬蚊都唔知做乜好，咪投資埋佢咯。啊，仲有啊，你聽我講完呢個計劃之後，你有冇興趣投資埋一份啫？哦，唔怪之你山長水遠，由元朗嗰度嚟到馬鞍山揾我食飯啦！唔好俾我估中啊！你揾我投資，一定有著數嘅。啊，你真係醒嘅啫，明哥。話你聽啊，呢個計劃咧，每介紹一個人參加，介紹人咧就會佣金噶啦。哦，咁即係話你成功介紹越多人參加，你個佣金就會越多啦。冇錯啦，咁你諗唔諗啊？都可以考慮一下嘅。啊，係啊，問到你一樣嘢啦。咁公司幫你投資咗幾多少錢，你知唔知㗎？咦，公司有個 Apps 㗎嘛，你安裝咗之後咧，就可以登入去裏邊睇下輸特幣嗰個買入賣出價位，仲可以限制佢買賣幾多添。放心啦，我今朝早啊先至及過我户口。我都係想同屋企人商量一下先。你仲要考慮咩啫？呢啲投資機會唔係成日有噶，投資幾多又可以自己決定，想賺多啲咪入多啲錢咯。封劍遊人，唉，唔講啊，真係以為你係投資公司啲人啊！你俾時間我諗下先啦。嘿，唔急噶，一陣食完飯先至諗都未遲。
有好嘢梗係關照啲兄弟噶嘛。係我關照你啊！我講啲佣金啫。哦，行啦，食飯啦。好。唉，起初事主都可以透過所謂投資公司嘅手機應用程式去睇睇自己户口嘅情況。不過去到某一日，手機應用程式停止運作，而公司嘅職員亦都人間蒸發，事主先至發覺自己已經被人呃咗。不過可能已經太遲啦。很多時候詐騙集團都會在香港開設所謂的投資公司，透過投資講座推銷一些未經證實或者授權的投資產品。我們公司已經成功研發了 SF， 即是超快晶片，可以大大減少大家掘礦的時間。我保少可以在這裡大膽說一句，我們公司所生產的這一款晶片比出面很多知名的晶片製造商所設計的都要更加先進。還有就是這一部平均每個月賣出過千部，今年新出的掘礦機電套2000，是我公司主力熱銷的掘礦機。而這部機的特點就是每一部機都配備了我剛說的 SF 晶片，每部有88粒，而它的售價都只不過是18800。哇，18800一部機啊，咁貴？未係？你哋聽我講先。嗱，大家都知道啦，所有嘅投資都要計回報率嘅。而我哋公司介紹俾大家嘅電套2000，就係可以俾大家安坐家中，透過佢去掘出一種用 WBT 相關技術加密嘅虛擬貨幣 WenBankCoin。而所掘出嘅 WenBankCoin 經過出面專業人士嘅市場分析，估计上市之后即时会有10几倍的升幅，绝对可以为大家带来可观的回报。有没有那么犀利啊？我想问这个 WenBankCoin 几时上市先？大家都听过输特币的，既然输特币可以升到过万，那为什么 WenBankCoin 不行？投资去买这部电套2000，我跟你说，无论回报率定系直播率都系十分之好。仲有就系我有内幕消息，3个月之后 ，WenBankCoin 会推出市场。但系部机差唔多成20000蚊喎。呢啲钱几个月就回本啦。部机系因为公司做推广先至会卖18800呢个价钱，计正价嘅话已经平咗几千蚊俾你哋噶啦。如果你想再掘快啲嘅话，我哋公司有部再贵少少嘅电套3000。運行速度再快啲，2个礼拜就可以回本啦。有冇咁快啊？回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咗呢部机之后，你哋掘出嚟嘅温宾币会比其他人多，亦会比其他人快。另外，你哋都可以俾12000买我哋公司提供嘅托管服务。托管服务？即系买机之后，你部机会直接放喺我哋嘅矿场嗰度，等公司帮你操作部机。掘到出嚟嘅 coin 亦都会由公司帮手处理，转入去你喺我哋公司入面嘅户口嗰度，仲可以直接透过公司帮你买卖，节省大家时间之余，仲可以攞埋所有交易佣金同埋折扣优惠，真系赚到尽啦！咁我要一部啊！其实都唔使谂咁多，有钱赚咪得咯。我要2部。哇！咁我都要3部啦。哇，老爷你咁大手筆啊，要3部啊？唔使做，有錢收，幾好啊！唔使諗噶啦。唉，死火啦！呢個月啊，啲電費啊又過千啊，電費咧其次啊。咧，我嗰次同埋你一齊買嗰部咩電套2000啊，哇！嗰、那個保少啊，又話嗰部機器咧好快噶嘛，啊！我啊日又掘，夜又掘，足足掘咗成半年啦，得嗰10几个温賓幣。係啦，仲話個温賓幣啊，3个月內上市喎，跟住又話遲多2个月，而家都半年啦，都冇聲冇氣嘅。咁點算啊？點算？我哋而家咪上去保少嗰度攞翻部機俾佢咯，退翻啲錢都好啊！好喎，我順便叫佢退翻嗰半年嘅電費俾我啊！啊，唔該曬。大家又覺得佢哋攞唔攞得翻啲錢咧？嗱，故事嘅結局就係
機又退唔到，電費又攞唔翻啦。嗱，早前亦都發生過類似嘅事件，經過警方調查之後，以涉嫌串謀詐騙拘捕咗兩名男子，而當中涉及嘅金額係高達300萬元。警方呼籲各位市民喺作出投資決定之前，應該先了解投資產品嘅風險同埋性質。如果有唔清楚嘅地方，就應該諮詢專業嘅人士，去選購合適自己嘅投資產品。如果有懷疑，可以致電我哋警方24小時防騙熱線1822查詢。